好的，我们现在来30秒短片。耶、一个一个来，首先中间。YSL 天之骄子单相随，这种就是白，让我想到白衬衫，动静皆宜。那白天跟晚上是不一样的感觉，白天是很清晰，那晚上是很迷人。我要卡掉什么？所以推荐给大家。YSL 天之骄子淡香水的话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使用它在春夏秋比较炎热，或者是说秋天比较凉爽的天气，因为它的柑橘调以及它有一点点辛辣的那种生姜的感觉，我觉得它非常适合春秋夏天来使用。那不管是说你是学生，还是说你是上班族、商务人士，我觉得这一支都是给你一个可以完全不用多想的选择。你不知道喷什么时候，这一支的话，它不会让你失望，就是穿出去不会让人家觉得说，哦，这支香水很怪，非常适合每个男生。好，想象一下啊，你要如何走进麦当劳的时候啊，大家注意的不是餐点，而焦点放在你身上。我觉得 YSL 这一支就是蛮适合的，对。因为从一开始啊，你喷上去的辛辣感啊，然后转换成淡淡的香橘，然后在排队的过程当中，大家除了 focus 在简餐以外，也会 focus 在你这个人的身上。对，然后毕竟 YSL 它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，它是一个就是女性品牌。那也许有了这支香水以后，它会成为一个我和异性之间的另外一个话题。推荐给大家，谢谢。那如果我去汉堡王的话怎么办？你去汉堡王的话，我们可以喷其他的，像是。旷野之心，碎啦！对，我们去肯德基可以喷到葡式的蛋挞系列，有这种香水吗？我再研究一下。美食调的，美食调， okay. 对，好，好，